最霸本地王环岛吧是大马首个环保纪实节目，过去两季都在西马拍摄，而第三季跨海到沙巴拍摄。两位主持人巴奇和谢成伟今天在粉丝见面会分享沙巴环岛之行的趣事和点点滴滴，最叫他们难忘的当属征服神山，因为两人都有惧高症。我们俩有惧高症，就要去征服那个神山。这一趟不只是去爬，因为我都有爬过神山。这一趟呢，我们还要去做一个 Via Ferrata， 就在神山的那个月亮壁旁边，这样子攀岩就下来。所以你这样子看下面的话是没有东西的，对，只有一条绳子这样绑着。皮肤黝黑的巴奇一度被当地人误认为是沙巴人，而他深感高兴，更对沙巴有浓烈的家乡情感。这已经是两人第三次合作，默契自然非常好，甚至已经能够肉搏相见。比如说，我们最近的时候，那个回来那个半年的时候呢，他就讲，对，我被我讲脱掉水裤，裤子脱光了，然后他一看上有没有水渍，大方了。所以我跟他的那个感情哦，已经是升华到非常非常不想看，不想看我看他。环岛吧第三季重新以脚踏车的视野，结合其他交通工具，横跨15个大城小镇，行驶2176公里，探索神秘的沙巴。环岛吧将从今晚开始，8:30在八度空间播出。八度空间邓穗金、雪兰娥、巴达林在也报道。所以我觉得有了他们之后，是不是就比较方便？所以我要去找。